弥陀佛，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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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。同修，诸位同学，少忧少恼少病安乐行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请大丈，这是讲我们本心的本体，本体它的本性，它的本质是如此，不但再胜不增，再繁不减。成佛了，他是清净即灭；堕到地狱了，他还是清净即灭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的本性，这就是大乘佛法最重要的一个核心。很多人啊，很多法师学佛的同修，对这个没有很深刻的了解啊，都了解的模模糊糊啊，这个道理能够讲得非常清楚很少，可以说已经几百年来对于这个知见很多人都没有弄清楚啊，很多现在学佛呢都认为打坐，打坐修定，那修到一念不生啊，这就是真心的，不起妄念，这就是真心的。其实不是啊，很多可以说这几百年的佛教，很多都是这样的修学啊，很多的教导都是这一个方法的教导啊，这个角度的教导，这个其实是把佛法导错了。我们的本心，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菩提心，它的本质本体，刚刚讲的不增不减，永远清净即灭啊！而且一切万法，只有我们本心，我们自己每一个众生，每一个有情众生，它都独自存在，它就这一法可以独自存在，而且永恒存在。永恒就是它没有开始，也不会结束，永恒嘛。只有这一法，一切万法，只有这一法是永恒的，是不变的。所以我们的本心才可以叫做真如。真就是它永远存在，永远不会改变，这叫真。一切法只有这一法是真的，它是如如不动的啊！所以再胜不增，再繁不减。那这只是说到我们本心的体质本体，它的体性，它的性质啊，那我们的本心有我们常听到的无量功德啊，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的，本自清净，
本自具足，本不生灭，讲了好几个。你看，本自清净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们的真心，本来自己就清净，这是讲刚刚讲的本体，本自清净，成佛了是清净，堕到地狱，它的本质还是清净的。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一切万法，具足一切森罗万象。啊，那这个就是讲我们本心自信的功德作用。啊，它有无量的功德，有无量的作用。那因此一念不绝衍生出十法界，大分十法界，十个不同的法的世界。我们呢，我们现在在人法界，那人法界是六道当中的三善道之一。那人法界，那所以诸佛的名号塑像都是代表我们的性德，那性德就是自心本性的德用啊。那么菩萨的名号，菩萨的名号以及他们的塑像代表修德，那修德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怎么来修学，那才能够使我们恢复性德，啊，让我们的性德完全显现出来。那我们的性德刚刚讲了，虽然跟佛一样是清净的，具足无量功德，但是现在显现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无始以来造作的善恶太多了，善恶都比喻作灰尘，灰尘太厚了，把我们的真心盖住，盖覆住，那所以我们的真如本性的光明功德显现不出来啊。所以我们这样子来说呢，我们就知道佛法佛陀的教育确确实实超过世间所有的教育啊。我们每一个同修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曾经读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啊，乃至到研究所，读了许多的书，毕业出来之后，想想看，学了这么多年，读了这么多的书，有几样东西在生活上用得到？那如果学的这些东西用不上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，浪费多少生命，所学非所用啊！啊，那么这种教育就不善了，那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。好的教育绝对不浪费我们的一分钟一秒钟，啊，让我们所学的在生活上马上就用得到，而且能得到真实的利益。真实的利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浅的呢，你可以离苦得乐；中等的呢，你可以了生死出轮回；高等的，你成佛。这些都是真实的作用，真的做得到。我们现在不了解，当然做不到。
啊，所以这是佛法是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所以我们礼佛、遇佛、供佛，才修得到福啊！你才修得到福。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。这三个是所有一切生命都要追求的，都希望得到的。那只要他是生命，他都希望他富贵富有，都希望健康长寿，都希望有聪明智慧，通通做得到，那看你懂不懂道理而已。那么佛法能达到这个标准。那在中国佛教呢，特别是大乘佛法，我们是以四大菩萨来做代表，那代表我们修学的次第，那代表我们修学的境界。那么这四位菩萨虽然有次第啊，但是呢，次第里面有圆融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圆满。次第里面没有圆融，圆融里面没有次第啊，这不是最好的啊。这个也要举个比喻，大家才能够明了。为什么次第里面有圆融，圆融里面又有次第啊？就好像我们这个大楼有楼梯，那楼梯就是次第，一阶一阶，一层一层这样爬上去，次第。除了楼梯之外呢，有电梯。电梯就没有次第，随便你要到哪一层楼，一上就到，那这就没有次第。那么两种都有，这才是圆满。那用这样来比喻佛法，我们就比较容易去体会。那么从这个次第来说，第一个就是地藏菩萨。我们学佛从哪里开始呢？从地藏菩萨开始。我们要知道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你没有土地，你没有场所，你什么也做不成。就算你自己一个人，也要一个住的地方，也要有一块地能够落脚啊。所以地就很重要。那么地藏菩萨他所代表的这个地是心地，藏是宝藏。我们刚刚跟大家讲了，我们每一个有情的真如里面有无量的功德，含藏无量的功德那个如果用宝藏来讲，就是含藏无量的宝藏。因为我们现在智慧浅薄，业障深重，所以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真如本性里面有无量的宝藏，本自具足啊。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，本自具足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无量的宝藏，无量的功德，现在通通没有，都不明了，很冤枉啊，不会把它拿出来用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里面有一个比喻一个流浪的孩子
其实他的父母早在他的衣服里面缝了一颗宝珠，他其实很富有啊，他不知道他的衣服里面有一个宝珠在，到处去流浪乞讨，那过得很艰苦很可怜的生活，不知道他自己这么富有，那个宝珠拿出来用十辈子用不完，不知道啊，所以很可怜。宝藏，我们有宝藏啊，我们有无尽的宝藏，我们不知道，可不可怜啊？好可怜啊！所以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佛讲我们凡夫叫什么？可怜悯者，好可怜，好可以怜悯，太可怜了，无知道这么可怜。自己有无尽的宝藏不知道，只要把其中的一点点的宝藏拿出来用，你都自在安乐。那不会陷到现在天天过这个苦日子。宝藏，地藏，藏是宝藏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，不能离开大地啊！我们要依靠它来生存啊！我们这些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大地生产出来的啊！所以大地含藏无尽的宝藏啊，让我们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啊！那么佛教我们修学，首先要从心地下功夫。这是大乘佛法。那我们真心本性里面原本就有无尽的智慧，有无尽的德能，那这就是我们心地所含藏的，那是我们心性里面本来具足的。但是虽然我们自信真心里面有无量的智慧德能，我们今天好像失去了，刚刚讲的，我们不会用，变成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所以过苦日子。在六道里面，生生死死，轮回出不去。但是佛给我们讲，我们的智慧德能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！我们这个能力是丧失的，虽然丧失，佛给我们说不是真正失去，是怎么失去呢？是迷失，迷失了啊！是我们迷了。如果我们觉悟了，这个智慧德能就又现前，又恢复了。那么迷的样子，什么叫做迷呢？迷是什么样子呢？妄想是迷，分别是迷，执着是迷。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起心动念，通通叫做打妄想。所以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迷的样子。那什么样叫做觉呢？觉是什么样子呢？刚刚讲的相反，妄想执着分别通通没有了，去除了，这就是觉的样子。所以佛在经上有一句话告诉我们，真心离念，我们的刚刚讲的真心真如，每一个有情众生的真如，他不会起心动念，因为他本自清净，本自涅槃。什么是涅槃？涅槃就是不生不灭。我
我们的真如本心不会起一个信念，它也不分别善恶。有人会听不懂，不分别善恶，那不是愚痴吗？不是那个意思，因为它这个就是它的性质之一，我们的真如本心的性质之一，就是因为它不分别善恶，它不会起心动念，所以我们所造作的一切善跟恶，它完全如如实实的记载啊，所以我们的本心有含藏的功能。那我们自己造的一切善恶，乃至于无忌，无忌就不分所谓的善或恶啊，一个起心动念要喝一杯水，这个没有善恶啊，这个都是虽然没有善恶，我们的真如本心通通记载下来，你的一举一动、起心动念、想法、看法全部记载，它会记载下来，它会储存下来。那所以我们的本心有这样的功德，有这样的作用，有很多的作用。那这以后我们会来探讨啊，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讲的六个大纲领、大标题，我们的本心有六个大标题的作用，每个标题下面呢都有无量无边的作用，所以才会创造十法界。十法界细分无量法界，那这个我们以后慢慢讲。所以觉的样子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通通消除了啊。经上告诉我们真心理念啊，我们人人都有真心，真心没有妄念啊，不要说没有妄念，他根本就不起心动念。如果他会起心动念，他就会把我们所做的恶剔除，就记善的就好啊，把善的收起，恶的剔掉、剔除掉，不会，他就是不会起心动念，不会分别善恶，所以会真实的记载一切善恶，他通通记载了。所以因果从哪里来的？自己造、自己记、自己受。所以叫自作自受，自己做自己受，自己记啊！因为每个众生，每个一切有情的众生，都是那个真如本心，都是各自独立的。你有你的真如本心，我有我的真如本心，每个有情众生乃至畜生、地狱、恶鬼，每个有情众生的真如本心，各个独立，各个独立，永恒存在，自己记自己所造的一切善恶，所以因果不会错乱，丝毫不爽啊，不会说漏掉一个，你做了一件善事不会漏掉，做了一件恶事也不会漏掉，就是如此，就是我们本心的功能啊。这个佛陀不跟我们讲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那就像那个流浪的孩子，他衣服里面缝了一个珍珠，如果他的父母不跟他讲，他永远不知道。这就是听经闻法的重要。那所以佛法有一句话说，虽智莫能解。那你如果就算你再聪明，如果没有经过修行乃至于佛陀告诉我们，
虽智莫能解，你再聪明你都不能了解。